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之余，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十二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以及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张又侠会见黄永宏的时候表示，希望两国两军保持高层密切互动，深化拓展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两军的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黄永宏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中原则，愿意为南海地区和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希望与中方深化交流合作，不断提升两国两军关系水平。会见迪西哈的时候，张又侠还表示，中方愿意与柬方传承巩固特殊友好关系，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的台阶。迪西哈则表示，柬方愿意与各方共同努力，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希望进一步拓展两国两军的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推进新时代柬中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